哎，师傅，这个脚后跟疼是什么原因呢？脚后跟疼，同时走路太多，啊？走路太多，年上了年纪了容易裂开。因为我你发个觉魂呐！去年我才30多，还不到40，然后去年就开骨始脚刺后啊，跟疼，我也骨没有刺啊，骨啊。刺，骨刺啊，骨刺啊，啊，哦，那要怎么解决啊？那要怎么解决？那要怎么解决？那要两种方法解决，一种嘛吃药活血，血到骨头就会软，血不到骨头就硬，明白了吗？这是一个，还有一个嘛就是，要自己要念经，看看是不是有灵性，明白了吗？哦，哎，师傅啊，会不会是跟渡人有关呢、啊？不背会，业有不关？会，不会，不会，不会，你上不次你。会啊，你现在几岁了？40岁有不啦？36。36嘛，差不多了。有的人骨头不好的话就会痛啊，不要想的太多，这个没关系的，明白吗？哦，好的，那我明白了。